冲浪是具有一种挑战性的运动，不枯燥又刺激，下来的那么一瞬间就感觉非常的爽。摔跤就是想尝试一下新的，有时候冲得好就会感觉很好玩，会有那种翩翩起舞的那种感觉。我2019年的3月份来到冲浪队，中途也有去国家队参加过桨板的集训。冲浪的话，它是比较那个门槛高一点，它得有浪才能练得好。桨板的话，就是只要有水的地方，像湖里啊、海里啊，它都能滑。之前先是。我在练游泳，我感觉嘛，转过来是冲浪比较好，因为感觉冲浪很刺激，很自由，在大海。这个冲浪项目这几年也是越来越火，现在参与进来的运动员还有那些群众爱好者也越来越多。